们现在来介绍双变数函数在二次的情况之下，我们的曲线曲面是什么状况。二次曲面这个是我们在一般来说是比较常见的，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在单变数函数的时候，二次曲线就是圆锥曲线，里面有圆、有椭圆、抛物线，还有双曲线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退化的状况。那么二次曲面如果双变数情况的话呢，就是它的一个推广。那么我们来看看，一般来说最简单的情况是球 sphere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说是球心是 x0 y0 z0， 我们到它的这个距离横为一个定数的时候，这就是一个球面。这是我们所介绍里面最简单然后最容易了解的图形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形， ellipsoid 是什么呢？是椭球，这也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推广。椭圆的话呢，这个地方的话呢 ABC 的话呢，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情况之下，就会造就的是一个椭球，是一个三度空间里面的一个像是一个橄榄球，但是它不是橄榄球啊，它是一个椭圆的一个推广。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图形，这是 elliptic hyperboloid， 是什么呢？是双曲面。其实我们说的是这是一个椭圆双曲面，那怎么讲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，我们来分析一下啊。假设这个题目来说的话呢，这是 x 轴，这是 y 轴，这是 z 轴。如果说 z 等于零，那么就压到 xy 平面了，那是什么图形？它是一个椭圆，我们看到了啊，这只是一个椭圆。如果说 z 横为一个定数的时候，它都是一个这个地方每一个地方都造就一个椭圆，每一个都造就一个椭圆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做一个推广，如果这个题目是这样的，等于零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如果是等于零的时候，这边是零，那么我们看看当 z 等于零的时候，那这一个点就会变成了一个点了，那就会变成了，哦，它是一个像个圆锥的形态。如果说它是负一，负的话呢，会怎么样呢？它不会没有图形，它就会退化成了两片。这是我们的轴。那各位同学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二次曲面的话呢，它的变化是蛮多的。二次曲面里面椭圆抛物面 elliptic paraboloid 这种图形的话呢，我们也一定要介绍一下。这个图形的话呢，它的方程式是这样的形态，什么意思呢？当 z 的话呢是为一个定数的时候，我们来把它截过去，我们发现它每一个截面它都是一个椭圆，那么整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抛物线，所以我们话呢也可以把它说成就类似像抛物线的一个锅子一样。那么这种图形我们的话呢必须要知道。再过来我们再看看下一个图形，这个图形是最特别的图形了，这叫做 hyperbolic paraboloid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双曲 hyperbolic， 这是抛物线。那怎么样的话呢，把它造成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像是一个马鞍的图形。那么我们解释一下，如果说我们来画一个平面截过去，我们发现它通通都是一个双曲线两边过来的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让 x 等于零， x 等于零的话呢，是这个面切下去， x 等于零切过来，我们发现什么？我们发现它是一个抛物线，这是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，从前后来看，我们发现
我们是高点，左右来看我们称为低点，这种的话呢我们称为 saddle， 这个地方叫做安点。那么这种图形的话常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见得到。那各位同学可以思考一下，我们有一个食品的话呢常常会用这种形态来做成它的形状。那么我们来举一个例子，像是我们的洋芋片，洋芋片就是这种形态。各位同学，我这个画的比较夸张，所以同学的话呢可能会看得比较不清楚。来，我们看看下一个图，下一个图各位同学可以看得出来了，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了圆形，那么这就是一个洋芋片的图形。那二次曲面的话它本身来说画起来是不太容易的，因为是三度空间的。如果各位同学的话呢可以善用数学软体，我们就可以来试着去画画看，有各式各样的很有趣的图形。